这个所在是叫做河通桥，哦，伊这个是大正时代迄个火山爆发吼，啊，才造成个一条沟。你看伊这个水啊，非常非常的清吼，边啊你啊看这个树啊叫做白桦树吼，啊，这边啊这拢是啊大江户时代吼制作的桥吼。啊，你边啊你啊看这条桥叫做河通桥吼，所以河通的意思是讲叫做。哦，咱台湾人所讲的叫水鬼啊，吼、哦！你看这个水拢非常非常的清吼，有无？吼、哦！啊，今仔的气温是有较凉凉一撮吼，啊，佫小可哩落雨，哦啊，但是人物仔去到人嘛是还佫足济，吼、哦！天顶的云吼，啊，嘛不只高啦吼。哦这边啊，这个店内底讲有一个叫冰淇淋，哦啊，这个冰淇淋吼，我听讲袂歹食。啊，你有看头前一间店吼，一间店叫啊，迄个什么合同的店吼，哎。